是高峰干列车长的2012年哦，10月7号，树林站，树林站，树林十五分所拍摄的是备用编组的3028，用三眼是二两编组3028，偏斗强绿色带型的机载人和列车。236次的树林发射就不用了，好点的第二三零一百九两编组很激将在树林站驶离。树林26分，10月7号。谢谢大家，拜拜。这次有的内容只能不足，真的蛮可怜他，你知道吗？很少在嘴的人，对啊，有时候就这种北吧北吧，对，哼，快笑死。有气氛，有气啊，赶紧再见，拜拜。树林站驶离，18站树林站驶离。